什么是裸鞋啊？上面破损了，你买高的。哎呀，太感谢姐了，你怎么了？开玩笑了。是啦，你给靠水啦。他这样发出了声音。啊！你们两个人说话就好笑哦。笑啊！天哪，翔哥在我心中是一个巨星。录影后呢，翔哥在我心中变一个谐星。有，我刚才看了回顾哦，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有来录过这个节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浩子在哦，我就不用担心啊，因为他在拉主 key， 其实我在旁边就看他，然后就陪他笑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如果把这个节目啊从头到尾把你的部分抽出来的话，做一个纪录片，没有，其实没差，不影响。因为节目真的可以变纪录片，变成一个谐星的诞生。不是。还是一个印象深刻的吗？有啊，大女孩学霸掌啊，嗯，大女孩她很恐怖，她会把别人的歌变成她自己的歌，尤其她把。然后我希望陈明章老师录完这个节目之后，节目播出啊，他的家庭还是一切都和乐这样。对，他公布了一个秘密，对，而且是首唱，而且是，就是第一次可以大声讲出来唱。他在我们节目唱了他们家里面的禁歌，嗯。还喝酒醉，我跟你讲，上现场了，现场了，点歌，随便点，开心，那是人点，我点个酒，人点，来，等，你都开心了，你杯，一杯，气，开心，来，要果断一点 ，OK， 等，开心，两个开心的。你可以不要再错了吗？你这次你如果再唱错，我就不弹。开心，天天开心。你看有没有？开心，直接唱啊！天天笑家己的波，阮的笑话是满仓库。大家来，公娶孙，爸娶仔，翁娶某。小小你发车，阿公阿弟真济哦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阿对阿婆搁塞一个目屎，阿婆才知是阿公阿看天天开心，暗送在心内。重点，天天开心，阿你开心。